小乐，哎、欸，你学生时期你有那个吗？就是在路上扫地啊，就社区服务那种。有啊，国中当兵也有，超常出去扫地的。为什么啊？我知道，当兵的时候很常就是要跟那旁边外面的那个。可是其实也算帮忙跟志工的一种。其实就是当兵本来就义务了。其实就是志工啊。对啊，我不知道现在的学校。我高中还会不会有这么？我以前有，可是以前都是犯错的人才会去啊，不然就是要记功的、啊。对，有分啊，就是。所以我是常去的那一。你是犯错的那一组？我常去。哦，一起的。可有可讲真，我每次去啊，我都是直接翘掉，我都不去。我就直接不去。我们以前的棍子是这种。什么这种？你有看过那种我们国，学生的椅子那种，一阶一阶的那个？粗哦，宽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直接用那个，我直接被那个然后打断。进来宿舍之后，我们都要脱鞋，然后都要放好，然后鞋子乱放就会被社监看到，然后惩罚于劳动服务。对。那、啊、你有家长去过学校？常常啊，我妈常常去啊。我看到我妈，我会觉得有点抱歉。所有我有关我的事情都是我妈来，然后我爸就有点很像就是放弃的感觉，可我妈都没放弃的。可能放弃的。你管怎么了？扫把飞走。我是把它弄坏了。哎，谢了。喂。哎呀，这边附近好像都还好。这边蛮干净的。对。不用上回去吗？啊，没有。那个，我走下去就好了、啊。有的时候还是要在繁忙的时间呢、啊，找点乐子。是你？喂，我？对，突然来。没有啊，因为我刚刚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靖伦。小时候超爱玩这个的。真的？好，你要干嘛？在那边俏皮啦，调皮，自己活该。他是南瓜吗？超特别的。对不起，现在真的很奇怪，难怪。这坑哎！我就不小心的，然后我就放回去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去买一只还的。买一只还，觉得有点抱歉。好，我们把东西收一收吧。好，走吧。我们要把它丢进去。有青蛙在里面呢。好可爱呀！好可爱。它会跳。哎呦！这边或是偏。让他自己跳吧，我也他很会跳，他弹跳力很好的。水沟啊什么之类的。让他自己跳吗？小超下去就好了。小超，小超自己跳，让他自己跳了。他在跳远啊，小超。那我们就先把垃圾。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知道吧？先放着啊。好，等下晚一点再倒啊。黄色的，好。我先进去吧。今天要倒啊。